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讲这部《楞严经》咯。那么，咱昨讲这个七地菩萨啊，悟了这个诸法空性的道理呢，因此证成阿罗汉的果位啊。经文按怎讲呢？伊讲：我已发性啊，我无性忍。成阿罗汉，这个经文就是讲了七地菩萨呢，悟这个诸法，因此成就无生忍呢。无生忍呢，徛伫各宗各派立场与解说啊。那么大体上讲，大同小异呢。那么以这八戒宗来讲呢，是表示呢诸法空寂。悟了这诸法空的道理，因此呢，证成阿罗汉的果位啊。那么，在《大八戒经》啊，佛祖以为你讲咯，菩提以何为义？证诸法空义，证真如义，证实际义，证法性义，证法界。是为菩提义，注意看了有清楚吼。那么，咱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，证菩提，证菩提，菩提什么意思？《大般若经》以角度解说就是呢，菩提以何为义啊？义义理在哪里啊？证诸法空性。如果你也修道，知影诸法空性、正空性为正，当下就是菩提。那么又则是正真如、正法界、正实际、正法性，这两种是菩提以含义在内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吼。所以当初我看《大般若经》啊，这段经文了后，我就深深知影讲，哦。何为佛啊？佛者就是证诸法空义啊，证了诸法以法性啊，证了诸法以真如啊，证了诸法以所有这个空性义，当下就是菩提啦。凡夫的咱之所以无法当证诸法空性，因此唔单爱做凡夫众生呢。你若了解诸法空性义，以空相应呢，你当下那以小乘来讲，成就阿罗汉；以大乘来讲呢，是证入菩萨的果位啊。如果那是呢菩萨圆满的位置呢，你就是佛的时阵啊。你注意清楚吼，好，固定好哦。那么证一切法啊。无有自性呢，当下咱的自性解脱。那么自性解脱的时阵，啥物人敢拔？啥物人敢污染？啥物人敢牵缠呀？哦，有这问题存在啊。那么我现在运用这《大般若经》呢，提出来甲注意报告咯。有人讲。啊！如本阿叔咧讲经思想，提大八戒经给他讲呢，无唔对。六百卷的大八戒经呢，象征大乘空义，也一部圣典呐。那么玄奘大师以及西迄取经等来，最大的功德、最大的贡献呢，无非就是把这个大八戒经六百卷翻译过来，咱这
花纹啊。所以以后佛的弟子代代呢，聆听了这诸法空性义最为了义圆满的圣典，上精诚的经典呢，就是600卷的大般若经。那么大般若经呢，你也通达的时阵啊，你就知影什么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就知影什么叫做佛的义理啊。哦，伊讲啊真详细啊，来注意听哦。大般若经也咧讲咯，佛随一切法，加以无性为其自性；若一切法加以无性为自性者，随染随净，随百随改。诸位看了清楚吼，伊即完全讲出了一切法皆空性的道理啦。如来都无讲经辩吧，那讲了经，讲了一切诸法的位置呢？法者皆以无自性为其自性。诶，什么意思啊？无性就是无自性。好、哦，法的自性是什么呀？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空性的别名啦。好、哦，有人讲无常，有人讲空。有当时讲无自性，或者是空性，不管伊名词偌济，就表示讲诸法空性的道理啦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吼。所以讲，如来说一切法，皆以无性为其自性。一边都同阿讲拢哦，诸法空性，空性就是诸法伊本来面目啦。哎，你注意明辨吼。哎，伊个讲哦。讲若一切法不空啊，无住无故啊，大般若经有咧讲啊，讲你若修道的过程不能通达诸法的空性为止啊，你想要证果，你想要证道，想要证阿罗汉，想要成佛的为止啊，将无是处啊。问伊到底是处无是处呢？问伊到底是不是悟这个空性的道理无呢？如果那悟这个空性的道理，你是转凡入性的圣者；无悟空性的道理，你是名为凡夫六道啊。所以伊讲啊，讲一切法不空啊，无道无故啊，道是佛道啊，果是道果啊，你道果佛果不能得。有人在讲，你不能证空的道理啊！所以大般若经呢，一句话就一语道破，一针见血的话啊，无啥人个徘徊，也无啥人个流乱，也无啥物人个食金箍无啊！所以大般若经伊讲啊，一切法不空的位置呢，无道无故啊！所以这问题做的地主呢？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所在。如果你学佛学5年、10年、20年啊，呢，犹原不能以诸法无性为其自性，也就是悟空的道理呢。你始终想要证菩提，无可能就是无可能。那么一个听好哦，伊讲若一切法啊，皆以无性为其自性为止啊。随染随净随百随改呢？好，连续提四个问题跟你讲啊。既然你了解诸法空性咯，空当下就解脱啦。空是解脱，啥物人甲你染？啥物人甲你百？啥物人伫遐咧改？啥物人伫遐甲你牵缠？哦，你想看麦？甚至啥物人伫遐清净？唔免讲啊嘛，好、哦，比如以这外在虚空来讲，虚空本来清净啊，虚空本来就是无染嘛，虚空本来就无甲你束缚啊，无被人束缚啊。既然无红白的位置，太何必就甲你改呢？虚空你看，咱容易了解啊。虚空是清清净净、明明白白、明明朗朗啊。哦，咱的心存虚空，哦，无染、无白、
无解、无情啊，是毋是啊？无毋对啊！既然无染、无情、无白、无解为者，安尼是毋是当下解脱？那么咱按悟空的道理，哦，你自然自性解脱，就亲像虚空共款。虚空呢，随染、随净、随白、随解呢？哦，我当初看这道理啊，当下就了解佛法是讲啥物件。不，你若是还阁无了解呢，我连大把这经经文啊，阁听有哦。这经文你非该笔记起来不可，太重要，太重要咯。大把这经演讲咯，佛随一切法，加以无性为其自性；若一切法，加以无性为自性者，随染随净，随白随解。诸位看了有清清楚楚吼，种种严严解解脱脱的位，完全的全盘托出来。你要吃唔吃，要用唔用，要解脱唔解脱呢？爱看你老人家的本事啊啦！哎，你自净最好哦，太水耶！意思讲，你乃当了解一切法，解无性为其自性为者，什么人咧净唔净？什么人底下个白唔白？什么人诶底下个染唔染呢？拢总是虚论啊啦，拢总是虚讲诶啊！当下的自性解脱咯，以空性。一空相应的解脱咯，何来染白解呢？无唔对啊！哎呀，糊涂啊！是日本的八千万一劫，要来赞叹你所说的了义甲圆满呢，无有是处啊！哦，太庄严了！好，注意听哦。下面楞严经的经文，伊安尼讲咯，注意听哦。慧心进入菩萨位中，闻诸如来宣妙莲会，佛地见地五身正入，而为上首。这段楞严经的经文啊，是讲了次第菩萨呢，因为过去是行持小乘的阿罗汉道，那么伊自从听了释迦牟尼佛乃至呢过去的诸佛啊宣讲微妙的正法，因此呢回首向大，那么远离阿罗汉行，行持菩萨行啊，叫做回心进入啊菩萨位中啊。哦，所以一人啊修道的当中呢，华严经讲一句话：一发大心啊，当下超越业界的修行啊。有人讲啊，一发大心魔，超过业界的修行，什么意思？等过去你行持小乘住了汉阿罗汉行呢，行持小乘为者，只要当下发一个大心，大心就是菩提心、菩萨心啊，不成就佛道之心啊。一发大心的动啊，动啊超过累生累劫的修行，动啊回首向大啊！哦，以后你成就阿罗汉道了后，只是一个阿罗汉而已啊！你那动啊发一个菩萨心，然后你成佛了不得了啊！会当度化穷穷无尽无量无边的众生啊！一即是无量啊！哦。看是要做自了汉的阿罗汉，或者是要行持菩萨道啊？菩萨道是如来出世度化众生的本怀，伊的本意就对了。所以呢，《华严经》讲啊，一发大心啊，超过业劫的修行，理由在这所在。那么，这个次第菩萨啊，回心向大，也就是。去阿罗汉行，行持菩萨道。即目前伊个位呢，伫菩萨的阶段呢。
那么一听到十方过去诸分呢，演讲微妙的法呢，就亲像莲花出自污泥而不染，这个微妙实相中道道理呢。伊深深了解到十方诸佛以正知见所在，所以呢，我就已经进入了如何呢参遍我心地的功夫。所以呢，如来按我认可我呢，在所有菩萨内底上首典范呐。你就听得有清楚吼、哦。所以持戒菩萨，我真仰慕伊啊！你来看，外口土无病，坎坎坷坷，伊就甲吞落病，皮呢就甲乌掉，那乌的就吞落病呢。叫牛那登去派去呢，伊就来修理好，维护好。那么，安尼回光返照，佛祖呢，该指点了后，讲你参病外口，即系土地和病呢，不如家你心地甲摆平啦。哦，当然呢，回光返照，一刹那间，心地功夫就成熟啊，明心见性啊，嘿，不简单呐、啊。所以呢，伊会当赢得了。佛祖改赞叹讲：“为上首啊，迄唔是讲一般泛泛的菩萨，都有我当排行第一名的啦。哦，你想看卖啊？无简单呐、啊，持戒菩萨。好，再个听哦。那么拄啊有讲一个问题啦，十方三世诸佛的地见在哪里？佛祖以为安怎来人间呢？”只要讲不清楚的，在这个法华经，佛祖就这样讲，佛祖示现来人间，就是要开始五入众生的知见，来入如来知见入来。哦，叫做佛为了令众生，因此开始佛的知见，开始佛的实相，诸法空义呢，示现在这世间呢。哦。那么诸佛的见空的道理而出世啊，诸佛就是因为我这个空来解脱啊，诸佛就了解诸法无有自性，因此呢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这个问题呢，做佛的弟子呢爱正见这点呢。那么既然证了空了后，空是诸法的实相本来面目，无什么证唔证可言呐、啊。但是呢，有了要众生知诸法的空性，佛道无共说未得的。你注意正字吼。所以一切言说、一切语言，只是显示诸法伊的实相而已。最后，你了解实相以后，你会远离迄个实相。你注意正字吼，那个贪着一切诸法的实相为者，呢又搁是被法的所拔掉呀，又搁无解脱啦。那么咱讲有根据哈，伫这大八节经呢，佛祖伊安尼讲咯，大八节经云：如来各一切法毕竟空寂，正大菩提，随顺世间呐、啊，加入名义，故称为佛，非为实有。若有若无，不可得故。你注意讲得有清楚吼、哦，非常清楚咯。伊讲如来干我一切法，毕竟空寂啊，一句话就正确啊。那么因为见我诸法亦空寂，因此成就菩提啊，叫做正大菩提啊。那么菩提什么意思？参加到阿咧大八节经经文有互相呢呼应就对啦，遮有过落遐，遐有过落遮，处有过彼，彼有过处啊，彼处相呼应啊。伊讲啊，如来各一切法毕竟空寂啊，正大菩提啊。那么何为菩提呢？伊跟你讲哦，正诸法空寂。正真如意，正实际意，
正法界，正法性，是名为菩提义啦。你最清楚哦，好厉害佛陀啊！讲话呢，互相呢前后呼应啊。哦，因等于果，果等于因，因果相等啊，未产生矛盾。一等于一，五等于五，未矛盾。哦，所以讲如来各一切法毕竟空寂啊，正大菩提啊。哦，菩提是未讲你的啊，但是随顺世间呢，怎方便安立真济真济名俗，真济真济名义啦？咱称呼叫做佛啦，哦，开悟成佛，佛是假名一个名义尔呢，哦，非为实有啊，唔是真正有一个佛呢，佛是空性义啊，哦，是这义啊，法界义啊，空性义啊。无佛你摕出来看卖啊咧，未讲哩，未互你摕出来哩，要讲啊，讲甲滔滔不绝呢，滔滔不绝呢，嘛足难呢，百分之一会当形容会到。但是有这批论，种种的批论呢，衬托互你悟这佛的意义呢，非为实有啊。因在讲，若有若无啊，不可得故啊。你注意这吼。所以我们在金刚经讲，法上因色，何况非法。哦，你也证到这无上菩提，了解了诸法空义、真如义、法性义、法开义的时啊，那么凌乱自知，如人饮水，言语独断呐，心行处灭呐。那么我经过讲以后，是种种方便，种种方便的呢啊，非为实有，若有若无啊，皆不可得啦。讲不可得嘛，其实嘛大得得得啦。讲大得得得嘛，实在不可得啦。所以咧，八戒心经讲啊，依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啊。哦，那有所得。你是多伊，有所得的位置啊？为何你看未到、望未到、杀未到呢？空性是要怎杀、要怎看呢？诸法空义啊！哦，无得但是大得得得啊！有人讲啊，一波单讲，啊，拢你如本法师讲的话，有啊得，无啊得，有无拢你得？那么注意听好，这你爱悟，你若无悟位置呢？讲有也唔得。讲空也唔对，讲空又不义也唔对，这是文义的战争而已啊。但是咱要了解，证了空性的人呢，唔是无证了空性，伊只是凌乱自知，今日见空调离空，见有调离有，所以伊边讲边扫，边讲边扫啊。那么最后有富人个地步，当然有富人个地啦。但是真的是凌乱自知。离这文义上，离这心因上的道理。那么你若讲有第二位者，那么这是道义啊，诸法空义啊。所以这个问题啊，那大伯这经释迦牟尼呢，三言两语就讲啊清清楚楚啊。那么有了慎重起见，注意关键的哈，你最快速度比较夹起来，别做个。提在你身躯边啊，准备个草类哦。这段非常的庄严咯。伊安尼讲，大八戒经言，如来各一切法毕竟空寂，正大菩提，随顺世间呐、啊，假的名义，故称为佛，非为实有啊，若有若无。不可得故，你注意看了会清楚啊！吼，哇，加最恭喜咯！那么现在如本要继续去讲《大般若经》，佛祖伊要去讲话啊！伊讲我要去讲较圆满的，讲较快的，和大家了解我佛祖来人间深深的用意在哪里？来，《大般若经》佛祖伊去讲咯。
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，诸十方界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，无不该用此本性空。本性空即是佛眼。哎，你注意看有清楚吼、哦，你也看咧，这个更加浓缩，更加愈清楚，更加愈分明出来啊。讲过去诸佛，未来诸佛，现在诸佛啊。那么，在伫十方世界，为所有六道殊胜的众生，恭敬说法的位置呢？那么，无一尊佛讲伊无讲这本性空义啦。哦，伊也便开口讲一切诸法，伊拢讲本性空，诸法本性空。那么，诸法本性空的位置啊，本性空就是诸佛之眼呢。哦。佛祖也是经过所有的空性洗礼而成佛的。啊，有人讲，如本阿叔在讲洗礼啊，啊，洗礼唔是基督教、天主教去讲的，无唔对。那么这洗礼就讲经过这个管道，经过这个哦如法的泡制了后，才所以成就诸佛的。所以呢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，无一尊呢。无经过空性的洗礼，经过空性，然后净化解脱了后，因就成就诸佛的。所以讲，本性空即是诸佛眼呢。哎，注意听清哦，本性空即是佛眼，道理在这所在。我嘛要讲话，既然诸佛是悟空来成佛，凡夫众生难。想要步入诸佛的佛道呢，哪能无经过空性的洗礼呢？同样的经过空性的洗礼，安尼呢，咱以后嘛要成就诸佛呢？要成就诸佛，要经过空性啦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哦，吼，太庄严，太庄严了哦。那么，在要结束以前。咱甲大伯这经阁摕一段，出来结论下，注意听哦。大伯这经言，诸法真如，即性本空，正空性圆满，是为无上正等菩提。诸位看了清楚吼，诸法真如，真如就是诸法的空性的道理啦。哦，即性本空啊！那么真如那不空为者，不名为诸佛啊。佛是如如不动，空性义啊。那么这样的这空那如圆满呢？当然就是无上正定正觉啊。我就形容讲，春秋呢正空的道理啊。那么十二夜、十一夜、一月呢，伊就差不多。圆才有一半的意义啊！十三夜、十四夜，哦，月娘强强的圆啊，像一束束啊，搁起角尔。那么十六夜、十五夜的月呢？圆圆圆，甲拢会满出来啊！代表咱见到这空性的道理，见到诸法的本来面目，无有自性的圆满，最圆满的人，就是无上正定正觉。诸佛啊，那么在阿弥见到这个圆满的时阵呐、啊，但是伊证了空性啊呢，拢是菩萨的阶位，还是阿罗汉的阶位呢？你注意清楚吼、哦。所以大般若经伊在讲，讲诸法真如啊，即性本空啊。那么证空性圆满的时阵，是为无上正定菩提啊。伊的道理在这所在。那么现在，咱把这个空性的道理，稍微发挥到这个所在，过一段路。那么现在，咱阁继续讲这楞严经的经文啊，注意听哦。佛门圆通，我以提观，心界两尘，顶无差别，本如来藏，希望发尘。顶消地完，
行无上道，思为第一。那么这段的经文啊，无解困难，这就是次第菩萨呢，以向释迦牟尼佛以及楞严会上所有的阿罗汉甲菩萨呢，自顶自别，讲出了伊家己当初在因地修行的法门，以及着开悟证果经过了后，那么伊就讲。现在释迦如来问我次第啦，我是以什么法门来修行圆通证成果位呢？人阮次第菩萨啦，就是呢妙观呢，咱的四大五蕴之体，以及着外在四大这尘埃呢，也就是外在世界呢，拢总是以无性为基础性。一切定加以空性啊，那么在这经营之下，空性无差别。我的身躯四大空性，含外在四大空性，这个空性无差别，拢完全是在如来中内底希望意识，因此梦想意识所变现的定爱而已。如果这定爱那了解的空幻不是空性为假。定不可定啊，空性义啊，卖讲是外口定爱空性不可定，乃是咱的起心动念也是空性不可定啊。佛门称我叫做色心两定，改无性为其自性，也就是讲这个色心两愿呢，改空性义，空性就定。我在这经营之下，因此呢了解诸法空性。因此呢，当下心的执着、烦恼心呢，贪嗔痴当下消尽。因此，光明的智慧呢，圆满成就啊！在这正果状况之下，成就无上的菩提。我就是以这款的法门作为我开悟正果修行的入道啦。思为第一，这最为第一，修行最好方法啦。你注意明辨吼，这是有关次第菩萨讲出了伊开悟正果经过啦。好，注意听好哈。咱人的身躯四大呢，含外在四大呢，当下拢总是空性的，完全是梦想意识如来众生的梦想意识呢，伊所感召出来。如果你自性了解一点不染万法不离的时阵啊，进入这相即空净土呢，当下身躯四大外在这四大呢，当下就消失伫这世间啊。身心清净，依空相应啊，身躯世界呢，一时间顿时消失。你最清楚哦，吼吼，所以啊。这宇宙三无大地呢，唔是全讲外道啦，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印度教呢。那么那是中国梵高开天地呢，这款的讲法，伊那个创造论，吼、哦、新观论。那么咱佛教唔是呢讲，讲是由六道众生以心内梦想意识，因为接触自然呢，感召出来宇宙世界，包含你身躯也是。你的身躯四大含外在四大，是伊个凡夫的心吼、哦，就是如来众生诶，伊梦想意识，伊自业感召，因此才展现这个身躯肉体，乃至外口三无大地，这个世界存在啊，完全无同款立论就丢了。好，这个听好哦。那么这诸法空性啊，是不可得的，好、哦。你若无对这个外在一切诸法呢，哦，了解空性，唔茫贪着诸法，爱大肆一番呢、啊。你若大肆一番，你发心毁命，怎佛外可能呐、啊？你注意清楚哦，凡夫咱呐，未死心就是未死心。来，不然他再死心，再发心毁命的话呢，
我利用开悟做事，哦，讲得足庄严啊。那么开悟做事讲，如本法师啊，是不是慈悲一点，敲一下空间，和我讲两句啊，为什么？我伫遮等遮久啊了，看我看这个莫怀众生结一下善缘的哈，讲好啊，吼、哦，这个法会是特技啊，来，咱请这个开悟做事呢。讲出呢，要安怎大事一番，发心慧命在我哈、啊。人伊要讲话啊，开悟祖师云：诸法本空，有何贪恋呐？休气哈气，高庙香炉气，高木寒灰气，一念万年气，如人死人气。若能如此用呢，心安又不生得何？吼吼，看你个地呢，规个心存冷冰冰啊，连一撮生机都无，连一撮呢活力都无啊！有影修行的方便就是呢，诸法本来就空性嘛，哦，找无一款人事物三无大地，你眼前放眼甲看。无一样物件，讲这个物件唔是空性的啦。既然诸法空性为假，又阁有三样个贪恋呢？诸法空性又何贪恋呢？休气哈气，停落吧，停落吧。你无休嘛爱休？哦，人有生老病死呀、啊。那么天气有春夏秋冬啊。这一切人事物，爱经过生住异灭啊，生生灭灭啊，要搁在执着啥呢？名甲利，无惊财产事业权威，哎呀，本性空虚啊，有何贪恋呢？休息吧，休息吧，哦，停落吧，停落吧，无停落啊，莫停落啊。时间也爱到啊，你嘛爱甲这世间讲一句西欧那那的呀？哦，这三句也足够力啊！诸法本空啊，有何贪恋啊？休气哈气啊，啊停落啊！哦，唔通继续安尼颠倒搁聊落去。高庙香炉气，哎呦啊，听你家己心里痴情起来啦！高庙。是下作人间烟火无啥人去的所在啦，迄古庙强强的无神伫啊，无佛祖伫遐，那么你咪一个妖魔鬼怪啊咧？古庙啊，你无听人讲一句话啊？哦，古庙呢不能一人独居啊，古厝古庙唔好这样大，迄古了后拢会这邪魔入侵啊，邪魔入侵啊，我古庙煞咪一个邪咧。哦，还是讲古庙无人搞呢，你带来寒会惊。古庙香炉啊，哦，旧年冬天年年月月也无人插半支香炉啊，代表讲哦，你爱死心死死，搁再死，因为诸法空性，唔好贪恋，爱停落啊，唔好搁聊落啊。就像古庙香炉同款，无人去插香，无人行卡搞呢。好、哦，即系我听你家己，一直寒起来，一直痴情起来呢啦。咱注意唔就搞笑无呢？哦，祖师公教有真厉害，讲古庙啊香炉气，哎呦，古木啊寒灰气，像一张过年的树啊，死甲打打打无树油啊，皮啊烂了了去啊，这张树啊，伊的中心阁空空的，哎呦，古木啊，哦，寒灰，像有灰乌烧了啊呢？连只雕器都无，画器都无，死气沉沉啊！古木寒灰气呢？一念万年气，我这念就气咧个地啊！永远念头未浮，都是未浮啊！就是死人感觉呢，好恐怖呢！冰冷冷，死沉沉呢？哪会当这款用功夫的位置呢？心安。有啥物无法当成道呢？吼吼，这位啊，我当初我
我出家了，看这位呢，我就内心的不但死心死甲有够死啊！同时间呢，准搁反清凉起来呢。原来咱修道当中呢，若无大事一番呢，咱的清净发心灭我，就是灭我。所以开悟者所做事呢，哦，这话我听你家己啊，非常非常的相应。不但相应啊，同一时间呢，搁发心慧命准挖起来。来，注意，我会定讲一句话，笔记赶紧摕起来，这话甲抄起来，甲录起来。你修道就先有落来啊啦，无你心逐工都活跳跳呢，作业啦，东奔西走啦，一个南一个北呢，好听就讲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财产、为名利、为某囝，其实你是做啥？总甲一世的人咧不离开窍呢？强强的年纪四五十岁啊，五六十岁啊，还搁在撞，还搁在撞，这话个听看卖啊！修道人这话上爱听就听这啦。你个开悟祖师原来讲，听好哦，原讲，诸法本空，有何贪恋呐？休气哈气，古庙香炉气，古木寒灰气。一念万年去，如人死人去，若能如此用呢？心安又不生得何？你个听看嘛遐哩，听你家己，先让你死心死到有够功夫，死到呢完全呢无调气无活力，就是你的贪嗔痴无明烦恼共居自业的心呢，完全个死到离离离就丢了。然后你清净的发心呢，唔在同时间大定有落啊，伊用意在即所在，爱了解祖师深深以潜在用意呢？你注意清楚吼、哦。好，那清楚呢，咱如本要去讲话啊。那么我运用一个开悟的圣经呢，讲了讲咱逐天看咱清净的发心到底。来来去去，哦，举止动作拢甲咱斗阵，咱无认识伊，无纪律性，那么该放杀，该忘弃呢？咱实在有影呢，有够残忍的呢。哦，咱为家己残忍，就等于互咱自己轮回生死啊！哦，伊教咱安怎见性，教安怎回性，性一堆来。来看开悟的圣经，伊安怎讲下？伊安讲咯。开悟圣经云：夜夜破佛敏呐，朝朝还穷起，自起定相随。依密啊，动机止，前后不相宜，如身影相似，欲识佛起处。知者以下是诸位观有清净吼。那么这话就是讲了，咱人的清净的佛性呢，动啊，这念心就是啊啦，这念的心就是，千万唔通离开这念心呢，拼性命向外求佛求法，这完全是颠倒啊！你就明辨吼，佛性动啊，这念就是啊。直接讲话，直接比丘为多，直接声音就散发出来。这点你有见到无？所以讲啊，夜夜破佛敏啊，哦，暗时啊，去困破你这清净的佛性，伫遐困。好，啊，你唔知见到无呢？你一困呢，佛性都伫困，咁莫去困就对啦。叫做夜夜破佛敏呢。面就困啊，暗时一困，抱这佛祖呢，哦哦困哦，佛性啊，如本啊，你醒未啊？你见你醒未啊？你倒咧困，佛性啊，倒咧困的呢，甲抱咧困的呢，你见了未啊？好，甲你换醒哦，讲夜夜抱佛面啊，朝朝还穷起，朝啊去死呢？你困醒了后，佛性啊，白白起来。
你爬起来对你爬起来，你坐啊对你坐，行对你行，食饭对你食饭，穿衫裤对你穿衫裤，结血液的时候，血啊对你去血液。哦，条条反共起啊，坐起啊定相随啊，一天24点钟，拢为你服务，来来去去，上上下下，你看着未？不点这些话啊，这些话讲得到底，不是讲心声的，讲话语的呢，讲要让你见性的话，夜夜破佛面，条条还共起，哦，起坐定相随啊。啊，别个一句哦，无你请哦，衣物啊，动机子啊，你点点的是佛性的一体嘛，无讲话啊，密就是点点，无讲话。你就是讲话，即马佛性又去讲话啊，讲话啊，伊即马唔讲话啊，伊去讲话啊，唔讲话啊，叫做啥？耳鼻啊，动机子啦，好厉害呀、啊！讲话也是伊，无讲话也是伊。耳鼻同机子，同一时间拢共迄个所在，前后不相离啊，半秒钟0.00001秒钟也无离开你。哦，耳鼻同机子啊，前后不相离啊，如身影相随啊。后壁即句是譬论话，譬论讲你人有人影。日头照着咱人有影，你走去遐东，影也对遐东；走去遐西，也对你遐西；走去遐台北大都会呢，你的影也对去遐台北大都会；你走来个高雄大都会，你的人影也对来个高雄大都会；走去华人台中桃园呢，台南四界呢，拢总对你行得着，如身影相随啊！哎、欸，你注意听住哦。伊讲欲识佛具足啊，你也知道想讲要知影讲哦，佛祖伊具足是倒位呢？哎，只是你这个声音讲话，现在刹那这点就是啊啦。哎、欸，你听有无啊？咱注意几句话啊，咱注意千外外人，我相信大概是上紧离去的啊。既然是上紧而去呢，那么如本讲话也未是金句无，三言两语就要你说入，或你刻入面呢？我相信主因，你的心内呢是冷暖自知啊，如人饮水则得。那么甲最恭喜恁见性哈，恭喜的呢？那么在要结束以前，开悟圣经这位，好、哦、阿本呢去讲一遍哦，注意听哈。讲完了后就结束了。开悟圣经云：夜夜破佛面，条条还穷起，坐起定相随，耳鼻啊动机子，前后不相离，如身影相似，欲识佛去处，只在耳声时。哎、欸，你注意看了哦，甲注意恭喜哈！哇，时间到咯！哇，如本想要讲的当中，无情的光阴呢，伊虽然呢无容易，咱去讲落去啊，但是不要紧啊。明仔在《楞严经》第53天同一时间再会。